做鸡肉饭，做鸡肉饭，家己的厝内做鸡排，鸡肉拿来，鸡肉拿来，好吃多鸡胸鸡腿泡，自己在家里做鸡肉饭。做鸡肉饭，做鸡肉饭，家己的厝内做鸡排，鸡肉拿来，鸡肉拿来，好吃多鸡胸鸡腿排，还有超方便的微波饭，自己在家里做鸡肉饭，炸炸炸炸炸炸炸，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做鸡肉饭，做鸡肉饭，狗做鸡排。狗走鸡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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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！喂，小朋友们，今天蓝椒哥哥要分享的是家里的鸡肉饭，不是嘉义的。好的，我们回复正常一下，是说平常有正常过吗？先随便打个葱姐，然后再切个姜片，这两样都是为了等一下煮鸡的时候去腥用的。然后就是。你说真心总是可以红葱头，那红葱头切个么？哇！接下来就是处理鸡肉的部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快跟蓝椒哥哥一起唱。可爱的鸡腿，用手摸它很油。可爱的鸡腿，它也充满油脂。一起割鸡啦，你割一下，我撕一下，也能用刀子。一张鸡皮，两张鸡皮，还有 chicken breast， 把它擦干净。公鸡爸爸、母鸡妈妈，他们都是鸡。废话，我们赶快煮一锅水，把姜片跟葱姐都丢进去。然后开火煮滚它，在等待的过程，我们可以来口仪式，但是小朋友不能喝酒哟。在鸡肉准备下去之前，我们可以来一点米酒去腥。好了，别闹，这样讲话真的很累。我们赶快鸡肉下去。俗话说，煮肉燃肉鸡，鸡在锅中泣，本是同鸡生，鸡鸡复鸡鸡。喂，我们赶快上盖，闷到再次沸腾。哦，在垃圾车来的同时，水也滚了。我们赶快转小火煮个三分钟，刚好足够我去倒垃圾的时间。三分钟后，好的，垃圾回来。喂，是关火续闷个十分钟啦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准备煸个鸡油。我们开火热锅，然后把鸡皮面朝上给它放下去，别忘了刚刚修下来的其他油脂也要放下去一起煸哦。人家说慢工出细活，我们慢煸出鸡油。这个平底锅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比一般锅子多逼出20%以上的油脂。如果是一般的锅子，你可能需要加一点油去煎。哦，你看它燃烧自己，照亮全家的鸡皮。我们超香的鸡油已经煸出来了，但是还没完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猪油。为什么要猪鸡混合呢？因为蛛丝马迹。喂，猪油一融化，我们转小火，然后红葱头进去，来煸个红葱酥。这个时候非常重要，眼睛一定要盯着它，不能煸过头。就像小朋友们上学不能睡过头。好了啦，一变色就离开火源。因为锅子的余热一定会继续加热，差不多了就赶快倒出来。这个时候就是完美的猪葱鸡油，不是打击乐团的那一种。当然红葱酥要留着，等一下装饰用。哦，差点忘了，我们的鸡肉已经焖了10分钟了，赶快用一根筷子插入，看看会不会冒血水。如果没有冒，那就代表不是闯红灯。喂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放凉，这样等一下才会比较好撕。而且这样泡出来的鸡肉质才会比较嫩呢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拿这些鸡高汤来制作酱汁。
用原本煸油的锅子开火热锅，来个150ml的鸡高汤，倒进来加热，整个葱油的锅气又融合在一起了。加酱油2大匙，然后糖来个2小匙，调味自己掌握，不够再加。然后来点盐，记得调整一下火候，慢慢的煮滚它。哇哦！一碗鸡肉饭的灵魂，除了鸡肉、鸡油、饭以外，当然就是这个酱汁了。喂，到底有多少灵魂？我们赶快试一下味道。哇哦，这酱汁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下饭，好想赶快淋到身，不是淋到饭上。儿子你别挨，我快做好了。我们先把酱汁、油、红葱酥给准备好。这个时候我的鸡也软，不是我的鸡也凉了。哦，小朋友，蓝椒哥哥又来了。我戴上烂手套，还有我的烂头套，下鸡鸡们都准备好，完全没味道。四刀手蒜包，蒜刀比蒜命还酸，酸酸一条两条三条四条，我手快断掉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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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来跟我一起啦，喂，再唱就拉出来了，赶快热一下微波饭啦，只需要1分半。今天用 Costco 的微波饭，好吃又方便，而且它是月光米的哦。我们先把酱汁淋到饭上，然后再来点最香的猪葱鸡油。那是什么？鸡油。不是你陈述到了要换的那一种。对，我想问是 please 公主。无聊。快点，我好饿。好了。等一下。快点，快点。嗯，好嫩哦。接下来来点红葱酥点缀，再来点洋葱丝增加香气。一碗家里的鸡肉饭就大功告成，赶快来试吃。试试看哦，还有加鸡油，好香哦。对。嗯，蓝椒哥哥，你今天好厉害哦。我觉得那个鸡油非常的棒，大家一定要用鸡皮去把油给逼出来哦。转台。哇，好香哦。那你有加一个油吗？我加猪油。加油，老师，你看你弟弟按赞。这个鸡胸跟鸡腿肉都很嫩。因为它是用泡出来的。耶！你喜欢吗？看怎么样？我终于帮你做出你喜欢吃的那个鸡肉饭。真的。嗯。我觉得那红葱酥炸的是刚刚好。哎，你看那个碗，你只要一变色，就马上把它捞出来，过熟就会苦。然后那油只要一点点，那个香气就喷出来了。油是鸡猪同笼，他已经吃了四分之三碗了。天哪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嗯，这种在家里自己做很简易的这种。因为老公，你再炒个高丽菜，我觉得就超好吃，就是很均衡了。你眉毛放在什么东西？你是一直入园的时候都有这个东西吗？不知道，弄到脸上没有擦干净。哦。没住了，干掉了，掉垃圾！天哪 ，Costco 的微波饭一碗不够，你觉得今天这个可以？可以，成功。果然蓝椒哥哥又让你们失望了。今天我们的料理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可以订阅加分享。你可以跳着出场吗？